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个五斤塔嘛，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。南来提塔嘛，那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，哑巴喇叭。这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塔嘛，喇嘛塔嘛，提塔嘛喇嘛急了，你要不换，这儿就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董云龙，德云社相声演员，全德云社最难捧火的人。你代表了德云社的底线，你看我简历了。打南边来了个栾云平，手里盘着俩绿豆蝇。栾云平浪的呀，盘绿豆蝇了。打北边来了个岳云鹏，怀里抱着个泰迪熊。岳云鹏真幼稚。南来手里盘着绿豆蝇的栾云平问北来怀里抱着泰迪熊的岳云鹏，说用手里盘的绿豆蝇换你怀里抱的泰迪熊成不成？北来怀里抱着泰迪熊的岳云鹏看了看南来手里盘着绿豆蝇的栾云平，说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不行，郭麒麟，哎呦嚯，郭麒麟，我就在边上恶狠狠的，我就看着他，您还看着，我就看着他，你看郭麒麟干什么又？看火呀，火呀，啊，可是你火不了啊，你来这么多年，你火得了吗？我要知道能火，我还看他们干嘛呀？来这么多年了，他们都买房买车了，哎呀，给他弄走可了不得了。哎呀，我有三大绝症，那咱听着，头一个绝症，撞不死，好，二一个崩不死，三一个。摔不死，老铁，撞击666嘞。